杨子发了个微信给我，说问我怎么减的肥。认真的在问你吗？真的认真在问我。哎，你回答他能听出来是你吗？肯定能听出来。不可能，他肯定觉得是我的。你说主要是少吃多餐。主要是少吃多餐。这太明显了。你那个餐就很明显，主要少吃多餐。谁啊？杨子。你问他，然后你是在海口还是在三亚？你是不是在海南拍戏？这也太不行了。没有，我装一个不像我自己的声音。然后你说你在自己玩。小凯，刘昊然。走啊，撤吧。凯凯先开车门，我们上车了，走。